啊，杀猪啊！我已经很久没吃过麻辣烫，我自从改完这个直播时间，我打算改回去了。我打算改成2点半到10点半。有闪现吗？绕一圈吧，EQ 闪，啊？不是这个大眼，他是会玩还是不会玩啊？他为什么我往这边走的时候他不分裂呀？我在预判他那个分裂。应该是会玩，玩了1000多盘。黑暗收割怎么死？你想啥呢？黑暗收割能打？几十输出啊？能打60、70输出。号主说这个号排的人猛。是这样的，他有一些号就是。排的会比较厉害，是有这种说法的。这个就挺烦的，每回刷完这东西回去拿这个潮虫，但是我上不了路。我得吃完3只我才能上路，但是我吃完3只我太慢了，我吃完3只对面皇子来了。我操！哎，这回吃了俩就上了，那我不打。这皇子要逼吗？赶紧把这钟抓了。就等你这个大招呢。冯姐是我老公，哦，不是，
黄姐是我老婆。不是这个，这个你们谈过恋爱的应该都知道，知道吗？就是男性啊，他在恋爱期间，他会跟想象中的那个截然相反，就是男性会在恋爱中，他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会躺在他对象怀里，都这样啊，都这样，都他妈这样，就是在家里边都这样。你只有在外边可能是啊，这个男的是搂着这个女的，但是你在家里边没有外人，那就是这个男的被这个女的搂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说，哎呀，这到底是我是你老公啊，还是说你是我老公啊？对不对？然后就这样说着说着，他妈的，刚才给说混了，都这样，这男女对象他都这样，他都是在外边就显得就是这个男的比较那个，反正是能懂我意思，都这样，每个不能说每个吧，十对八九对他都这样，应该有道。你就不是，那证明你谈的什么？你啥时候同居了就知道了。他是不是交闪的？能等我刷完再来吗？来来来，他没啥装备，有个天马头，要河蟹不要命，是不？要河蟹不要命。啊！不是，哥们儿，你平常还敢带吗？先打帮忙的。这边有野，有野。我走到这个草丛被动没说，不然我估计杀他。哎，惩戒错了，刚好四层能召唤虫子。
等一下吧。哎呀！连招慢了。把这个刷的升11了，随便抓的。他们下路刚从家回来，不会回家的。哎，完了。哇！我说他们怎么敢打？这皇子带尊的呀！这皇子这波带尊，我挺意外的。里边是不是有个狐狸？这人是已经做过传送门了，还是要去下？不做传送门。你干啥呢？黄色门不做，走着过来。这房子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哟，把他给杀了。想要伤害就做塞尔的，想要移速做幽梦。这把优势这么大，直接出移速杀人了。我操！
稳住。这大雨。狐狸又来不来？你干啥呢？来呀！这皇子的有点找不到鼠标了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赶紧点的才好，这把都没啥意思。对面只会防守，不会进攻。你干啥呢？哎呦！狂妄炸鱼种，纯炸鱼种。
我这边还有机炮。怎么都走了呀？还追是吧？再追我反杀了。哎呦，我操！他俩不走的话，感觉有机会四连的，感觉有机会的，都走。搞不懂为什么。